看看哦。哦，这个牵制漂亮，刚好让一垒手可以往身体这边做触杀。感觉是有机会的哦。这一定要看的。嗯，这如果抓到就是第二个出局数。那徐基隆是感觉蛮有把握的。哦，这个位置，哦，没有。有可能改哦，看这一个更近一点有没有办法 take 的跟摸垒都可以拍得到。哎呀，出局啊，有画面，而且很清楚。哦，最顶的画面，哇，再加上这一集，那应该就更没有问题了。哇，这个角度来看，应该也有机会看得蛮清楚的。有画面，而且两个画面，哇！但是其实有时候选手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，那个时间点他感受度最高啊。林嘉伟自己，林嘉伟自己已经回来，因为许基隆那个非常有把握，哇！这一个牵制真的太精彩了啊！其实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妍，欢迎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以及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